他找到了一个，他们现在三个找九个了，但是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分钟，可能已经来不及咯。哟，各位亲小伙伴，是我小飞象，猜猜看我们。哟，各位亲小伙伴，是我小飞象，今天我们来玩捉迷藏模拟器。这次呢，我们已经变身成了一本书，躲在了这个火堆后面，地图呢还是那个鬼屋啊。然后呢，居然旁边有两位我的小伙伴，一个变成了小熊，一个变成了书啊。那么现在抓的人一共有三个，我们还有六个人，躲得很好。我们甚至他怎么从我们旁边突然出来，这也太吓人了吧，快跑吧。哇，他从我们旁边突然出来，我们变一个地方变成他的样子，然后躲到这个门背后。哇，还好我们走得快，太可怕了吧。哇，他也变成了骷髅，哈哈，他和我一起变成了骷髅，躲在了这个门的背后。那么我们就要装了像点，然后变成这个骷髅吧，躲在这里。嗯，哇，不知道刚刚他有没有看到我，他怎么从这个烟囱上面直接掉下来了呀。哦，他进来了，他进来抓我们了。现在是四个抓五个，游戏时间还有一分钟哦，非常的刺激啊。但是他没有进来，但是他在关键时刻，完了，他进来了。哦，他还开始点击这个墓碑，我的天啊，我不被找到吧。哎，他去，哎，他为什么看了这个左边的门背后，不看右边的门背后啊。哦，游戏现在一下变得有意思起来了。嗯，现在又找到了一个，躲的人只有四个了啊啊。然后哦，他发现了，哦，他尝试点了一下这个骷髅，发现不对，完了，他点我了吗？你快去门背后看看吧，不要点我，他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快走快走，别走别走别走，来来来来啊，我怎么被发现了。哎，这里有个小杯子，哎，休想走。那么还有两个人躲起来了，让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躲得这么好，竟然被发现。哎哎，我被发现你就别走，对吧？他和我一起躲，如果哎还有一个人，他居然获胜了。哇，最后一个人肯定躲在楼上。哇，这把好厉害啊。我们马上进行下面一把游戏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的游戏马上开始。这次我会是躲的还是抓的呢？是蓝色还是红色呢？ OK， 这次我还是蓝色。哎，不要掉下去。然后呢，这个地图是怎么感觉是在月球？哎呀，金币就在我的面前，完了，我是不是已经进地图了？把我给踩扁了。很好，那么我们现在该往哪里躲呢？找一个地方躲起来。这个地图是一个比较新的地图，我们躲在这实验室后面吗？变成一个杯子好吗？好，我们往后面走，然后这次我们就变成一个杯子吧，来变。哎，为什么变不了？为什么变？哎，能变，能变杯子。好，这次躲在这里。噔噔噔噔噔，这次我们变成了一个杯子。哎，只能躲在二楼嘛。好的，不知道这次他们如何啊？找的如何？时间三分钟倒计时开始，只有两个人哦。这个地图，对于我们来说比刚刚的地图简单多了，因为非常的大，然后这种衣架后面不太容易被找到，希望他不要直接进来这个化学实验室啊。这边墙都是透明的，可以看到对面。呀，我们这个是躲猫猫之王，基本上找不到我的他们。刚刚那个鬼屋地图，我就应该走到二楼。嗯，然后让我们来看一下，他们好像现在一个人都没有找到。不会这么刺激吧，一个人都没有找到，他们两个都在那边的。哦，好像走出来了，好像走出来了。别别别别别别看到我。哎，好，站在这里。哎，他又回到了当中，这个小伙伴又回到了当中。啊，他找到了一个，他们现在三个找九个了，但是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分钟，可能已经来不及咯。他们还不来这个房间，他们觉得这个房间里很安全，不会有人躲在这个里面。我看到一个人变成东西在跑，可能这个人躲不掉了，这个人应该走不掉了，马上就变成四抓八。哎，还没有找到那个人吗？我刚看到，对啊，他还在跑，他还在跑，这边小花还在。哦，你可千万别跑到我这儿来。剩下的三个人他们在干嘛呀？怎么不找呀？哦，四抓八了。嗯，哎，怎么
还有人退游戏呢。那个人被抓到之后啊，直接退了游戏。好了，还是三个抓八个，这把我们应该不可能被找到了。我们要不要出去看看呢？这次我们换个什么东西呢？这次来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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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没有人来我们这个房间啊？当中还有人挂机，这次我们变成这个吧。哎，变不了，哇哦，我们变不了吗？什么情况？我们现在只能变成这一个东西啊？那怎么办？好，先在这里。哎，可以变成，好像鼠标刚刚一说可以哦，可以变成一本书。嗯，但是这里的书都会发光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如果变成书的话，直接会被发现。那电脑呢？电脑，好，变成电脑。嗯，电脑的话，我们放在这里。哎，这样子放着。一定要放方向，一定要正确。好，他们这把应该是不可能被找，不可能找到我们了。他们这三个人感觉有一个人在挂机，然后还有两个人找都找不到。哦，还有至少是活着。诶，这帮花在当中跳的都没有人发现，他们在干嘛呀？好，那我也变成一部分。哎，我还甚至还嘲讽一下他们。对对对对，他们会看到我们吗？他们在那个房间找了半天就是不过了。啊，第二把想不想成功获胜？噔噔噔。好，马上来进行我们的第三把游戏。那么第三把游戏我们居然还是蓝色的，那意味着我们又可以躲起来了。哇，我最讨厌的办公室地图，躲的时候千万不能被他们发现啊。我们变成什么东西呢？不要被他们发现，我们变成一个垃圾桶吧。哎，我们变成个垃圾桶吧。嗯，完了，你变成垃圾桶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变成垃圾桶，我们变成个小杯子。躲在哪里呢？我们随时移动起来，好吧，跟着他玩躲猫猫。哎，我们看他们两个的方向啊。来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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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。啊，他好像怎么一上来就有人被发现了？这次我躲在这里，好像有个人挂机，好像还不错。然后他们去了右边，那我完了，我是不是移动的时候被发现了？垃圾桶，被这个垃圾桶站在角落，贴在角落。好 ，nice。嗯，这两个人是挂机的，非常好。嗯，得得得得得，要不要变？还是变成一个杯子吧，变成个杯子，然后移动到这个桌上。哎，是不是？哎，移动到这个桌上。好的，可以。假装和旁边一样，桌上有个杯子。这次你看，这个地图就变得非常难吧？一下变成四个抓六个了。希望不要有人发现我。地图虽然非常小，但是到后面我们必须得靠跑的。哦，五抓五了现在。理论上是四抓五，还有一个人在挂机。你们说这把小飞象能不能获胜呢？只要不动啊，这个地图是我玩过感觉是最难的地图。他想站在高处让我们看着我们，但是我们已经变装完成了，根本不用动。好像还没有发现我们。哇，这把游戏变得好玩了。这个游戏是最难的，所以说要是如果我变成抓人的话，我也会头疼，因为不知道变成什么，而且他们现在点的能量可能都已经没了，还有最后30秒钟，你说我们会被发现吗？他去了我们隔壁房间，有人去了，但是好像完了，别过来。哦，他从我门前经过了。要不要动一下，还有最后10秒钟，来，让我们动起来，还有最后10秒钟。哎呦，哎，别，哇、哦、啊！我要是不走的话，我们是不会被发现的。哎呀，没想到转角就遇到一个人。好吧，那么我们今天游戏实况呢就玩到这里了，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够喜欢，让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